个掉了，把它检查看看有没有那个绳子。赠送也要送得谨慎。厂商在防疫期间传递爱心，三重慈济志工整理之后送往在地国小校园。里面有活性炭，里面是有活性炭的。那这样可以洗吗？洗的时候就是不用太不要太用力搓。是哦。嘿嘿嘿，啊，是厂商送给我们的啊，因为我们想说要送给三重的14个国小，所以就大家分一点点这样子。是满满的爱心。看校长怎么发，要点好，刚刚是个很好儿童解语。守护健康，更要强化心灵的抵抗力。志工也敦请校长与师生们分享静思语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柯乔丽台北报道。